We are an office. 我们是不定性小组。我是方笑阳。丁思琪。庄永培。我们来自中国，成立于美国纽约。我们关注空间体系中的不确定性、矛盾性、双关性，在项目看不见的景观中，我们希望展现温室城市化与光合殖民的不同维度与侧面，重审生态种植业中多面的自然与人性。看不见的景观展开了一张温室农业博弈的棋盘，我们试图窥视这个庞大生态产业所谓清洁、有机与可持续的背面，一场对自然、地域、劳动力的掠夺主义陷阱。